听好啊。即摆即间就是人去做工地的建筑。做工地的建筑。诶，即前路甲后路有。哇。两间来斗。哇，感觉真正厝的。即前路啊，即后路，咱像咱迄双河大厂。哦。即木双河大厂前路是后路。嗯。啊，即间就是人做工地。做工地的。做工地的才有写好书单。是啊。哦，伊就即要甲纸箱超大。啊，这是钓一条的，钓一条。即个是迄个房林啊。房林那边的，房林信阳的，信阳的，当伊要当二十六个地啊，二十号，二十六个地，我剩无几间，伊就我就甲送去，送去伊要后海人是迄个师傅爷最少，哦，迄个师傅啊，迄个太武山的师傅爷，内底有一个文职，有一个文职工，内底有一个文职啊，文职工，无啊，就是出家啊，无多。嗯。迄年的做海椒，文职工伊有主持啊。哦，伊有主持。啊，好久无看伊啊，介亲的啊。嗯。哈哈。讲伊文啊，是叫师傅的。师傅啦，都是师傅啊，海因寺师傅啊。哎呀，无来就来见，无来来就看。哦。房林的遐啊，个拢房林就看哦。伊内底嘛有分身，有啥？伊毋是今仔只间诶。啊，嘿，啊，当然。内底还佫有个，伊有个，互因阿公、阿嬷、啊，甲因老爸、老母、啊，甲兄弟，啊，做工地。啊，即间内底有六间诶房间，嗯，啊，一间一间，一间厨房。哦。嘿，即间厝内底有。那我有看，我有通看汪文彪彪哥吼，啊，人伊个吼，伊嘛是厉害，伊迄种。这种物件我都安尼折，种手落折，迄像是迄手工艺，对啊，伊较厉害，用安折，我安，这是家己折出来，我用是，嗯，哦，迄个伊个，对啊，伊就会，一个手落万块，但是安尼也真足华丽，嗯，足华丽，啊后壁这个是都不这海椒，啊后壁这海椒，系啊，安尼是我翕的哦，到时我家己用这作品。去叫后去，啊！但是你当时人会去啊？我二十未去啊。你二十号啊？二十号伊讲我袂使去啊，伊讲我犯日错。啊，进前无二十号进前，我才落去遐排场。排场啊！但是你人当时厉害。十八师傅上京，啊19吼，师傅18、19上京，啊19上京煞，阮就排场啊。排场二十开始就是换导师做。我知，我换导师做。二十迄间我袂使去哦，拜五我袂使去，我伫犯日创。啊，接下来你人会伫遐吗？有啊，我三工计拢会去。啊，伫遐到时你也有法度介绍你作品，安尼了我都全完全呈现啦。哎，系啊系啊。我迄种袂。飘姐，我爱去啦。飘姐，伊是搞这商务大厝，伊有互联的。伊斗斗的计真大间啦。伊人也伫定里遐，咱有法度安尼甲介绍你的作品。啊，帮我把用单眼相机帮迄只相片合照留念嘛，吼，就安尼。对啊，即个也帮阮后人迄临时当时伊寄后托嘛，寄后托是电灯甲规模水，无即零是咪计无，但是可以差不多。对啦。哎，啊个帮伊做，整个来帮伊做记录啊。啊，即摆我哩计迄个电灯的文化较侪，啊个是种，电灯的文化嘛较侪对啦，厦门就是电灯的文化侪，对啊，啊，即个海椒是10年一届，你啊，迄10年一届时间真久啦，真久啦，哎，啊你拢讲啊，你今年10年一届，啊这去民国了，我等啊10年，但是我甲我讲，我看还可以吼，有我顶阵咧翕坡都是差不多大同小异，啊一个融合电，一个融合咱电灯啊。点咱的那些自杀事情吼，计有。你即摆坐海椒内底，我嘛有跑到讲啊。跑到讲对啊。跑到讲啊，我挂一本了七月八一个那挂大尊的。大尊的吼。挂大尊的。哎，到时底下有机会介绍你作品。对，迄工你就来无我迄工伊的本来我来翕你。无啦，我知啦的。哎呀，是咱想讲来太唐突啊，因为上次伫个坡道顶面时阵，你坐里哦，你个坡道道里哦，一路好嘛。咱第一次见面，啊，像我落有闲，我定去找彪哥，有甲做记录。啊，你讲你刚去个，你去个，那是阮做囡仔就搞啊，迄种叫囡仔跑。我连问往彪哥吼，伊讲伊较早见细香，啊，细香是细香啊，是毋是？无，咱毋捌看过。就即摆上细香的，就是我即摆咧找个看迄香，迄种我开始的时候，我十一号搞迄香。
改一箱，要些些箱，一箱都秋山的，秋山，我们家秋山你知道？秋山，我们家秋山是不家乡的？哎，哦，我来对嘛，我秋山文件，文件你知道好的多。啊啊啊！你看，嘿，搞的都，我开阵做咩搞的？我讲下上水乡的。啊，即马豆豆甲搞搞较大箱。对啊，啊嘛是我头一个看阿水箱的，因为大部分。金门无遐水箱，拄我只搞一箱吼，东门银阿炮搞一箱，啊甲等于小金门九零。嗯，像你们那搞箱，我那先就我搞的，我那水箱。我感觉表哥吼，伊搞代事也好，真正伊很多细节做啊真好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伊，你若看伊的物件，看还有怎伊做诶？哎。因为我当年迄阵按时计一个记录，啊，我想讲，哎，看啥？啊，这物件，哇，真水呢！啊，咱头一届看，安尼代事也哈水着，啊，我讲，哇，我讲，哎，这文化这些，咱个要保留来，咱在地啊有将工作记录的，咱个记录下来，我下文的人看。是啊，是啊，这个是文化传承啊。啊，无今麦这古早文化真正是较无像较早安尼啊，哦，就是安尼啊。有啦，这古早的恁金门这传统文化哦，恁若无继续保留哦，时代无同，惊别了嘛是可能的。唔通断啦。大家嘛讲唔通断。这本来唔通。我今麦搞这款用处哦，我去聊老搞的时阵啊，迄个时阵，伊讲啊，你有团无？讲有啊。我你嘛，因为我惊无团啊，因为别了伊若死也要做工作啦。哎，伊才50几岁，爱惊我，那我搁食爱30年，才那死，伊要做工作，找无师傅搞。啊，就是讲这一文就那传一文啊。这个是讲传承，啊，讲恁后生愿意做，啊，恁家才愿意做，这是真正就难得的。对啦。啊，袂讲咱直接断层，咱那个无得个接咯。是啊，是啊。对无，咱金门个上厉害，就是保留咱较早迄种点，咱的文化的传承。哎。我后摆零，一直零，迄零要定不够，也要弄。是啊。啊啊！聊聊的时阵啊，已经马祖经啊。马祖经嘿。马祖经以前，迄个刘贺安做外国。刘贺安做。啊！迄天我迄天有去遐拜拜吼。嗯。因内底遐师傅一个四五个老师傅。嗯嗯。因内底管理可能委员的款。哦。因为我两年后，因若要安。因若要安。刘贺安有哪会？哦对。叫我做。哎，要安一种嘿。伊无安怎啦？伊要安三日的哦，石真大哦。我知啦。恁金门做三日的石哦，目前哦，拄拄刷尾有做个，刷尾迄叫三什么王哦。三中王啊，三中王嘿，三中王啦，有做个嘿。阿家上王有做过，做过三工的。嘿。阿姐就无啊。伊讲，即摆只咧等啦，聊聊伊做三工。伊讲，阮聊了，孙子讲你掠，你掠同机啦。啊，我朋友讲我叫莫去啦，惊到时掠袂着怪我。所以讲，这禁忌一讲，然后对啦。对，你水产可能较迄个款啦，有诶，但水产较有诶，许真侪选去，你看靠感应诶款。对啊，我是惊阮工作只阮拍影像诶，阮从事影像爱记录诶，啊惊去到时人抓无着人机怪咱啊。伊甲你讲中央，你毋知王爷，啊去哦翕，啊翕到时抓无人机怪你。啊，你毋是？有诶，伊个当机又是有水产人来，伊就去当机，伊个先有哪有？对啊。就感觉市场较侪有对冲有刷着，哎呀，啊，你若无对冲有啥，啊，本来就先加迄款就是会冲。尤其迄金啊，吼金啊，你金你尤其叫机芯，尤其金的迄种哦，加爱用迄机芯去开，无迄煞气更大。嗯。哦，啊，真正啊，阮老爸个，阮前摆个就是较早个就安尼啊，去开啊，啊，三工了个出代志啊，个迄种啊。对对。啊，真正阮老爸也讲个，讲卖提起，阮后人较早。伊阵我细汉时阵，伊讲，伊阵啊七十几年诶时阵，阮咧后人办庙，伊阵咧点灯啊，学啥物啊，啊个，迄应该是机身开啊，结果开啊，三工了个十一种啊，真侪案例啦，金门山真侪啦，吓啊爱信啦，对啊，啊个迄间诶上，迄间啊要讲要上王尊哦，迄很多东西啊是要禁忌啊爱知影，毋是讲看老咧看老咧，对啊对啊，啊尤其像咱我讲王尊上较无人要看。无人要看啦。哎，王尊即款照，只许将军照，较无感人。对啦。对啊，像你即摆后我即，我即摆实在无讲啊吼。哎。啊后我即摆就是许文化宫吼。哎。伊嘛是主办的吼，当然伊嘛爱人愈侪去较闹热嘛。对啊。但是迄禁忌真侪呢。嗯。你看我伊讲伊。但是伊即摆后王吼，后王伊即做真大哦。我知做真大，可是你唔拜人去看，你会去刷着啊？啊，无啦，毋是毋带去看，咱即卖金，咱金门人较注重这。注重这金门人注重这。咱金门人听讲，啊，你咧做啥？咱较早金门人咧有这个，咱较早金门人，咱若坐讲，讲
讲啊，即出状哦，迄阵真侪人即拜拜道拜啥拜这道啊，足侪人要去看啦，要看啦，看人去拜怎样拜。对啦。哦，你个今仔拜怎拜安怎拜？我细汉，我细汉经历过。啊，即卖这风俗到即卖少年袂晓拜啊。袂晓拜，袂晓拜，袂晓呼，袂晓呼掉，就袂晓。另外，迄阵人哦，咱古早人特意讲，我迄真后拜，佫真后呼，迄真多人的哦。对。啊，即卖无啊，即卖嘛无人要看迄啊。即卖土葬较少啊。过个时阵，我讲即有迄殡仪馆咯，计去做殡仪馆。有无较早计咱啊讲像阮老婆有迄炕迄大顶较大个，啊哭。力量较均咯，即在遐搭档啊，有搭场啦，搭场，当个搭一个讲的时阵啊，像讲的时阵啊，又咱即卖时阵，若要醉酒也会使，啊，松树也嘛使。嗯，对。哎，徐大叔问你吼，像阮爸呢，伊了，阮是爸爸咩主位啦，伊有你讲，伊讲吼。像迄种你安静啦，啊是迄种要点灯啦吼，啊你若像中昼，因个拜祖先，啊落就要叫因来食。哎，我讲哦。全部该自动走了了，我该走了了，我无人敢食。真是，我化身真多代志啊！我阮爸甲讲，哎，真正时间到，哎，恁化身时间哦，我等等等，我走，全部走了了。有物件嘛，唔敢食。无人敢食。无人敢食，看，哎，有看到，敢那，就感觉反白一样，啊，唔敢食。真正是，迄个拜人个磁场的关系啦，真侪是嘛是迄阵食迄顿的关系出代志，所以讲。啊，人有那种为拜神的，甲拜叫人送书的人，会较无爱。较无爱，对啊。啊，咱这实际讲，迄就是人的关系啊。我食迄是食一种微食，咱讲微食。嘿。哦，像我那送书，我食是微食，食那我那是平安。嘿。只是食一下。嘿。我嘛食一下微食，总食一下较偏跳，就是微食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是啊。卡卡，亲戚啊，啥朋友食就有事，就像我今日来到人家食食，即嘛是啊保平安的。对啊。一个是生活也无同款。对啦，对啦。看的对。对啦。但是，我即卖即款状况哦，像一般的少年人，一般会得愈来愈少。我若像即款，你若出门若有拄吼，有看即款，尽量嘛是看看啊。看看你若家己，保留起来吼，啊，即款文化吼，咱即传统文化方面吼，讲的是一道传一道啦。对哇，哼哦，啊，你若无传习去落地无。像，你看咱这金门失足多。连金门人要讲金门，我阁袂晓。讲迄我迄阵吼，去，无啦，你讲迄叫迄种我袂记啊。我讲青枝荷担，啊，搁是。啊，青枝啊。加银枝啊，我讲。银枝。哦。我讲来这厝内，我讲了。银枝年头。这就是叫荷担。荷担嘿。有啊，这上路啊，这掠不了就青枝。青枝。青枝。就青枝啊，这后路。后路嘿，后路。啊，这叫银枝。银枝嘿。这出笋。出笋的银枝。这出来就叫银枝。银枝啊，银枝水。这就是啊。你讲的那种豆子。地水鸡，这样哦，啊，这个还加啦，嘿，这样够，哎，啊，这款是多钓鲢，这是多钓鲢，这那像咱就那另处真，就是咱那左厝路啊，咱搞的这款是属于左厝呀，嘿，左厝呀，这方式我去见一间那有捡一个哦，就是那有金庙，那金庙就看到伊较威严的，一间，哎，成年是安尼，啊，你无去，安尼那去厝咱就买一班的厝哦。台湾嘛有真侪迄个，因为换主，那讲像咱去换主，啊，咱去这个是算是国在项目大主，啊，一定爱爱组造配备呢，像咱这大汤鸡爱入汤道，嘿，较早直接过来入道哦，过入道连这算啊，这里道嘛是爱倒啦，啊，我过来这个用钱讲啊，钱这讲啊，这又叫手工的，手工的，这嘛手工做。对啊，啊你用用哦，无工过，阮用用用做遐个。好，这寸就是固定的。固定的。固定的字，迄字嘛是差不多大字、小字。其他事我来讲吼，我是感觉吼，金人像这种年纪啦吼，荷担啦吼，啊个迄亲戚啊，遐真歹人袂晓讲。哦，啊，脚架，啊，卡达，哎，伊刚一个迄吹篮管的，迄个陈金丹，伊也有翁彪一样得过奖，伊个甲我讲，我虽然不听个啦，我讲我
讲灵机啊，可是我久个唔捌，我刚听这个讲迄灵机啊。他说恁系啊。那后来来比灵机卡。灵机嘿，灵机。哦，灵机卡，一即来的时阵，比注意一来比较袂。对啊。啊，你知我四十，我四十，我好久唔捌听过灵机啊，像我袂记啊，我今日看你哎，你拜后土啊，灵机。像我想到，哎，唔奇，对吼，我听昨天听阮阿公咧讲，厦门咧古早话吼，古早话，传统嘛，就是实个，实个啊，就是说即卖吼，文化教育嘛是传统，就是讲咱厦门有诶，专门许专业诶，有人伊个有保留起来，叫讲来你念古早话，其实免教啦，咱其实啊定讲，较有法度讲，啊你无定讲，你讲个啥物发音？我虽然毋捌咧学啥物发音啊，年纪要年纪啊，对啊，你定讲。好大啊，对不？亲近啊，你个定讲个晓诶。啊，你无定讲，我讲啊，未晓讲。阮老兄弟哦，你完全未晓讲。未晓啊。完全都要讲讲国语啊。可以古早话，算啊，较早正侪，阮做囡仔两年嘛。哦。阮做囡仔念一边咧听，可以给阮阿妈教诶。好啊。唔了，出门经读了一挂，一挂落一点啦吼。嗯。你讲一挂，啊讲一点。出门经读了一挂，观世音，我罗罗汉，五路罗汉的。嗯。我罗罗汉传罗十八金刚上文身，正手法倒手印，拳头舞对你破浪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爱罗像。展开，这就是一部好。你若暗时若出去，暗暗唔去行路，你就安，你若感觉会安家人顺咯。家人顺咯。你若讲出门经，你就唔免惊。出门经，就一挂观世音，五百罗汉坐喺度，就可以讲讲就安心。正手拍倒手印，拳头舞对佛头经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姨若听到这就走。就早啊！即卖即真少人念，我嘛冇听过。白灵寺当本地，哦，就我听过。即小时候即传统工课，我即我有七十几岁啊，我做囡仔，我就对啊。对啊。你啊，啊，人像恁即卖，我念遮你分遮唔得听。我唔捌听过。啊，无法度啊，阮即段四川啊，所以讲我对沈明武勇觉得很有那个磁场，我就觉得啊，这刚刚这个记录来，互咱金门人，我肯定我频道吼，啊，这肯互大家看。啊，你这也好个，你念起。哎，今日你暗时啊，行暗路啦，拄过安加仁顺，我这头你家念个，对啊，你就是念个吼，你随心，我随平咯，是啊，随袂感觉会惊，对，你都靠心内就想，哦，我今仔有一挂心灵，一挂爱心，一挂保护，遐反复在看你影片看我多，无讲正经个，伊讲提啥物，哦，我真正袂久袂记袂啊，啊，讲金门人金门话袂晓讲啊，讲。即四川啊，阮头先真正无法度讲。你金门话，你台湾讲台湾话哦，台湾伊嘛真侪即款文化，文化对啊，文化嘛真侪啊。讲字的文化，甲啥物动作的文化，迄台湾的时阵，台语嘛有学校有即教的，无计讲国语啊，对啊，全部讲国语啊。迄台语伊学校有那有课有排课即教。我知啦，但是我那时阵是台湾咧读册的时阵，都不咧有听讲老师咧教的台语。啊！我虽然只无你学啊，无你学啊，过晓呀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你看咱即摆囡仔，未晓讲。阮只孙哦，阮即摆迄孙啊，即摆只读幼稚园啦。嗯。即摆咱逐工只讲台语，伊样听未晓讲。聊天未晓讲啊。爱每个讲国语啊。对啊。就爱因。北部讲国语啊。囡仔伴，计嘛讲国语啊。对啊。啊无，你若无教伊讲台语吼。阿妹，伊讲我去迄个点单声吼，我迄个伊咧法师伫讲练咧书文，讲台语，我讲这甲佮弄完，你有兴趣人会去学，学咱金门人讲台语，你看我都知影迄安尼怎讲，啊无讲真经有甚物啊辛苦，我计迄个全程的科仪，个科仪计四十分钟，手无停着去，太忝个啊，啊可是无人知影讲，你要不这二兆年怎样练，你来说。啊，像我对一念的，阮做囡仔，阮阿妈就教。因为有时阿妈带孙出佚佗，啊，因为我有孙来讲，哦，阿妈我会惊吼，哦，感冒啊啥会惊，凶唔免惊，阿妈念一套落去听，阿姨就念哦，我就一直听迄路，听阿妈咧念一路，心内就无讲啊。系啊系啊。啊，带佚佗我怎做样啦？啊，就是讲。我嘛讲。我虽然讲古早味计无去啊，即摆个我都唯一有我都听着，我虽然阿公你讲迄金门个腔话，我都走往表哥遐，较听着咱金门，我虽然听个声音，无都无法，阮爸迄边嘛无个口音，都啊唯一有尔，金门腔都啊有啊。讲个话，我甲今日去要甲录差不多十分钟要开讲，啊，就是介绍伊用伊个迄种，即口音，即口音要。伊个
伊个文化嘛，可能会伊有那有真有真侪。伊学真侪，十几岁个你做这啊？我讲啊，伊个年岁啊，看人像伊遮侪嘛，真好找啦，真好找。找无啊？伊第一我讲人，伊精神也有够。伊精神够够够多侪。精神也真有够。啊，你咧咧个时阵，无咧咧搞出来，这目睭嘛爱有。爱有看啊。歪啦。无你咪歪去啊！我看佮做做遐水个，我讲真厉害啦。有动作会较慢。较慢啦，迄人我都食一个九十四个，有好多开个食九十四。系啊系啊，安尼个差不多啊。到时到时啊，有去我再开，你介绍你个一种，听者合照个，哦哦哦，谢谢许大师 ，OK， 拜拜。